谢。好，各位，好，各位媒体先生、小姐，大家好。那么我们在记者会之前，好，我们有一个默哀哈，因为从气爆到现在呢，对不起啊，火灾哈，我们的城中城的火灾案件到现在已经有2个礼拜的时间了哈，我们没有看到真相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人负责下台。那对于这些城中城的死者，我们现在仍然要默哀10秒。好，谢谢大家哈。我想我们先坐下来哈。好，今年的10月14号发生的城中城大火，这不是我戴口罩，不然我会被骂。不是我戴上。今年10月14号的城中城的大火啊，造成了46条人命的过世，超过我们当年高雄气爆的死亡的人数32个人哈。那么当年高雄气爆发生后不到7天，就有市政府的一位副市长、3位的市长下台，好，然后请辞哈。那现在伤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年气爆的死亡人数，竟然拖了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。好，那么昨天呢，我们今天早上也收到，我们一些媒体也提到说，我们陈市长呢，市政府发出了一个新闻稿，一大早就发新闻稿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要开记者会了，所以呢，让了2位局长，一个消防局长，一个公务局长下台负责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党团都认为这是一个断尾求生的做法。那陈市长你呢？你要负什么责任呢？你下不下台呢？你是不是应该也要下台负责？好，那么我相信呢，这个这次的死亡人数这么多，它牵扯到公安、还有公务局、消防局、社政局、民政局，还有都跟多位部门都失灵了。好，我想这件事情只有2位局长来负责下台，我觉得那是绝对对不起那些死亡的这些罹难者哈。那国民党团非常的不了解，因为我们已经给了市府很多的时间，希望他在处理完这些伤者还有死亡的这些事件的善后工作之后呢，就应该要赶快的负责。可是我们感受到高雄市政府的官员非常的眷恋他的权位，好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真正该负责的人要立刻下台，把权力看得比我们市民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们现在呢，陈新泰市长说会负责嘛，但是我们真正看到的已经是让我们这2个局处首长，而在今天早上知道我们要开记者会，才来让2个局长好像是代表性的下台，我们觉得非常的草率，民意也不能够接受。那么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在攻击的现场2分钟就快闪离去哦，那民进党有如此的态度的傲慢的态度来对待我们高雄的市民啊，如此的轻率，我们高雄市的生命，国民党团完全无法接受啊！国民党团在这边要求陈曼市长，你应该要下台负责，所有相关的局处首长，不是只有一个公务局跟消防局来负责就够了，要一并来担负政治的责任。如果城中城事件没有好好的还给市民一个罹难者的一个交代的话，我们国民党团将不会把市府的这个预算让他交付啊，给罹难者一个非常好的交代之后，我们要亲眼看到、感受到哦哈，否则我们会没有负责、没有预算啊。所以，我们高雄市政府一定要给罹难者一个公道啊。接下来，请我们几位议员发言。我想一场城中城的大火，凸显出陈其迈市府团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执政失灵，还有崩坏的一个危机啊。其中，我们从这个城中城的大火看到了3件事情。
第一件事情，从陈其迈市长上任以来，高雄市的公安事件频传。高雄市从陈其迈上任之后，公安、劳安、治安都是全国恶名昭彰。从庆记之都到天坑之城，到现在今年110年，从这个年初到现在，几乎常常有大火。从我们的工业区有公安问题的大火，一直到现在的城中城的大火，陈其迈市长，你不止你没有把市政做好，你的团队也完全失灵。所以高雄市的公安问题在这一年多来可以说是状况频频。第二点，围绕大楼的管理疏失，陈其迈市长上任这一年多来，对于整个高雄围绕大楼的管理也是状况频频。到底城中城有没有管理委员会？高雄市政府被城中城里面的居民打脸，是没有管理委员会，还是高雄市政府失灵了？第三点，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还有整个的救灾督导失职。这一次的城中城大火在晚上2:44，火苗就已经引起，我们的市长陈其迈到早上5点多才到现场，2个多钟头。请问一下陈市长，你人在哪里？请问陈市长，你几点知道火灾发生？请问陈市长，你能不能早一点到火灾现场来指挥救灾，减少伤亡？最后，诚如我们总召所言，今天高雄市政府非常迅速的公布同意2位局长的下台，我们认为他是弃车保帅，断尾求生。弃车保帅，断尾求生。难道这2位局长不是在陈其迈市长他的带领之下，他的市府团队吗？那是不是陈其迈市长你才是需要出来负责的人？难道2位局长的去职就可以告慰46条人命，还有43位伤者吗？在731气爆的时候，陈局市长在这个一周的时间就同意了1位副市长下台，3位局长下台，高雄市政府还把整个责任当时把它推给民间业者。而这一次的城中城的大火，完全是高雄市政府的行政疏失。但是我们看到陈其迈市长，他要用2位局长的下台，就要弃车保帅，断尾求生。在这里，我们要呼吁陈其迈市长，你要负起你该有的政治责任，立即下台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美雅。那么我这边呢，也要代表住户提出几点疑点。我们接到住户的陈情，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些疑虑。那也希望通过媒体这边来披露，为住户伸张正义。首先第一点，市政府说城中城管委会没有立案，但是住户有提出公告说有管委会的章，上面还有电话，怎么会没有联系窗口？所以这边要提出质疑。第一个是市政府不用心，还是背后有门神挡下来不做消防安检？住户说铁片防火门都被拆掉，是人为蓄意破坏，这个部分也应该彻查清楚。第二个，执政党陈其迈市长，你们不要想要用人民的善款来为自己卸责，陈市长你必须要负起该负的责任。人民善良，慷慨解囊，所捐的每一份善款都是人民的爱心，但是执政者不可以拿来变成你卸责的工具。今天陈其迈市长让两位局长下台，表示说要负责。那么要问了，陈其迈市长，你负了什么责任？陈其迈市长，你负了什么责任？不要用善款来卸责，也不要只有用2位局长来为你自己卸责。陈其迈，你的责任要负起来。最后一点，
城中城的住户有陈情，在事情发生以前就有说过都更，然后呢，曾有收购方提出收购价是1户6万元，这样的价钱住户是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住户怎么接受？如果名下没有财产，1户6万元，不要说买房了，他们能够租多久的房子？像这类的问题，在老旧大楼一样面临都更的时候，都会面临相同类似的困境。政府未来该如何面对？如何协助住户？如何解决？如何保障住户的权益？陈其迈市长，相关太多的问题了，请你扛起责任，对市民交代。陈其迈市长，扛起责任，下台负责。你当初呢，怎么呛胡志强的？到底要死多少人，你才要下台负责？那么反观陈忠诚，死了46个人，难道不够重吗？你呢，一直讲说呢，他会深切的反省，然后呢，也不回避责任。但是我们从头轻、公敬都过了，现在已经14天了。我们看到呢，他根本就没有把负责放在心上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当我们的这个回力标打到我们自己呢，陈其迈市长当初所讲过的话，要死多少人才要负责下台，呛阿拉夜店9个人死亡的时候，那么陈其迈市长，你呢不仅是没有负责，你还连忙否认，急着把这个影片下架。民进党，我必须要说，你们呢最不会的就是扛责，你们最会的就是卸责跟灭迹。我要请问一下，今天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只有处罚2位哦，我们的这个局处首长下台，请问一下我们的官员，我们现在的高雄市政府的官员如此的贪恋权位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你们连一个集体的请辞然后未留这样的戏码你们都不会演。请问一下，这46条人命何辜？我们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呼吁哈，我们的陈其迈市长跟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好好的扛起责任，下台负责。大家好，我是于轩哦。我想一个好的市政府是应该悲天悯人，但是呢，我只看到的是冷血无情哦。昨天公祭，今天忘记，明天音乐祭。昨天哦，前天我们的选区林园发生了工业的大火，虽然没有人伤亡，可是造成了百姓的心惊受怕。结果我到市政府，我等到的没有任何局出来跟我解释。我只等到文化局的邀请我在10月31号参加高柳的开幕，它的标题是 See the future， 它的 See 是海洋。我很想问的是，城中城的这些住户，他们有 future 了吗？往生者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没有往生的受伤者，他们的 future 在哪里？他们有生存，继续生存下来的这些好的条件吗？那我很想问问陈其迈市长哦，政治人物要有所承担，我还是期许你哦，毕竟我是新科议员，希望你让我看到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风骨，告诉大家何谓承担。有时候下台不一定不好，展现责任的政治，我觉得也许对陈其迈的未来会是更好的一步。另外呢，我还要特别提醒哦，高流的主办单位是文化部，也就是李永德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李永德他曾经是高雄市的副市长，他的太太是邱意莹立委。那当时88风灾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邱意莹是怎么指责当时薛昌川？他说：“我气到快中风了，蔡英文气到快砸电视了。”请问一下，你中风了吗？还是你失忆了？你衰老了，我确定，哦，因为
你冷血的忘记了高雄市市民。这对夫妻在高雄功成名就，可是现在当他们位居高官时，却忘了当时支持他们的高雄市市民。民进党双标冷血的例子太多了，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也说了，一个执政党对于人民的苦痛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，真的是台湾的悲哀。所以我很想告诉所有的民进党的官员，今天高雄市的大火，城中城的问题，执政党民进党可以冷血到这样子的程度，真的是高雄人的悲哀。民进党把自己当成高雄人的父母亲，所以还是请民进党所有的官员，包括陈其迈市长，知所进退，负责承担，让高雄继续向前。我想安居乐业、居住安全，是所有执政团队应该要给市民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。民进党执政，从中央到地方都不负责。这一次的城中城大火，更凸显出陈其迈市长及民进党政府的不负责任。我想，如果继续不负责任，我们要在这里呼吁，在1218的四个罢免案，我们要对民进党投下不信任票。好，蔡英文总统啊曾经说过，一个执政党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到这种程度，是人民的悲哀。那么现在这句话呢，我要把它原封不动的还给蔡英文总统跟陈其迈市长。好，那么我们已经给了高雄市政府很多的时间，要让市政府能够好好的完成善后的工作，没有想到换来的是民进党政府如此的傲慢，然后藐视人民的生命。那么高雄市议会的国民党团，我们在这里强烈的谴责，也要求市政府要比高雄气爆更大的规格的政治的负责动作，否则就是对不起死去的46条人命。那么国民党团将会强力的监督，尤其在接下来的预算的交付，如果市府继续在摆出这种草菅人命的态度的话，我们地会绝对不会将预算交付。那昨日的功绩，今日绝对不能忘记，强力的要求高雄市政府拿出担当，好好的来承担自己应该负的责任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记者会最大的目的。好，我们呼一下口号。好，我们呼一下。没有负责，没有负责，没有负责。好。没有负责，没有负责，没有预算，没有预算。再一次吗？没有负责，没有负责，没有预算，没有预算，没有负责，没有负责，没有预算，没有预算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啊，谢谢各位媒体先生。媒体有没有问题要问？一个拳头，好。为高雄市民加油！请看左右边好吗？先看左边。